休闲资讯节目《流行都市》，一众主持和嘉宾每集都会分享各种生活流行资讯。大王安德尊多数就会介绍养生食材和向专家咨询健康资料。不过这天他就罕有的跟两位年轻拍档彭慧中和谭永浩去到健身中心做运动。看他的衣服，我最先想的都是哭了。为什么？因为看到你那些衣服啊，都是汗。肯定啊，你看那个青年人，你看里边一点汗水都没有。我也没有。对对对对，已经干了。但是大王的衣服，你就看得到他多么的努力。对、啊、对，我告诉你，汗水。对，你知道吗？来这里学一堂啊，很贵，很对呀、啊哦，对对对，我要努，对呀、啊，我拼命要学呀、啊。我刚刚看你做的时候还是挺轻松的。我喜欢这个运。那个动作就是翻那个动作，我觉得我做的特别好啊，好难看了。没有。他那个弹起来的那个动作，他是做的很利落。对对，平常有在训练。对对对，很简单，转一下就行了。在家有训练的吗？没有，就是啊有啊，我家里有个小蛋床。小蛋一米啊！我有蛋床在家，很小的，这有多大？哎呀，他很小的，就跳，可以轻松再跳，努力再跳都可以吗？这边大王做到满头大汗，而另一边彭慧中和谭永浩就面不改色。不知道他们平常是不是都有运动的习惯呢？我就是有在家楼下的公园就是跑步，然后我妹妹最近买了一个。那个杠、啊、对，就可以在家里就是举，然后有多重？哇，都蛮重的，就多重？好像你那么重。哇，300公斤啊！300公斤，哦，不得了哦！一定要很用心、很用功才可以举得起来的，对，就可以在家里做一点点运动了。对，我就在家看看一点。因为现在的视频都免费的嘛，很多都，所以我可以开一个就，有一张瑜伽的 yoga mat 就可以做了，很容易的。去年谭永浩有份参演的舞台剧大获好评，场场爆满，所以决定在五月中再度公演，还会加开到42场。不知道永浩，你就是有个音乐剧就嘛？哎，不要讲了，对。哎，我告诉你，给年轻一点机会。我为什么要把他赶走？因为他要准备要请我们去看呢。对，一定要的。整个流行都市里面的所有的同事也去看。一定要的，我就是希望大家可以来支持我，就是做这个舞台剧。我当天就立刻问大王，哎，我有个音乐剧啊，大王可不可以来看呢？支持一下。大王立刻说，一定会来，我一定会来支持你的。我听得很。菲比啊。Phoebe， 我也全部要去，对，这台前幕后也有吗？对啊，你要不要来？我也可以、啊，你也要，你一定要来啊！可是你担心现在因为疫情关系会延后吗？其实。我们现在就是看那个疫情呢，如果继续还是这样的话，可能会延迟一个月。当然希望就是可以就是顺利演出，大家可以来看，然后那个疫情又可以结束，那就最好了。